好，各位同学啊，大家上午好啊，这是北京时间上午了，今天给大家学习的呢，一起学习的是 HSK 1，第六课，我会说汉语，我会说汉语，I can speak Chinese 啊，OK，那会是一个能源动词，I can，说。汉语，汉语，Chinese，首先这个汉这个字是我们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呢主要是汉族为主，汉族的人数最多，是三点水加又字，为什么是三点水呢？我们中华文明也叫黄河文明。黄河啊，黄 river，所以呢，水是文明的发源地。像埃及文明这个尼罗河，对吧？还有这个幼发拉底河啊，那边的叫什么文明来着？水是非常重要的。OK，那我们来开始正式我们的课程哈。OK，我们来先看到这个拼音，嘿嘿，第一个呢，什么？咖啡啊，咖啡，咖啡，那这个是医生啊，这个是 lower pitch，那第二个呢是公园，公园。渊源，渊源，公园，这个 a rising pitch 公园，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公园是 garden 咖啡 coffee 跟这个音译过来的，机场是 airport，机场场 on 吃 on 昌场场，用这个笔啊，长是 foreign and rising pitch 机场这个呢，车站station 站 foreign pitch 车站OK 我们来看到OK 那这个呢是图片这个 garden coffee。Airport 机场 station bus station 这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来看到听我读并跟我读我们这个拼音要在 HSK 1里面把它学习好 这个呢是音音今今天 today 今天。这个 meaning 我们先 ignore it。你像这个，这个 in skill 一个小的技巧 tip 当你读这个 in a quick close in 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nose 叫后鼻音，鼻音，yin ，your close，your mouth open open 像这个，quick close the mouth，那读 on 的时候 on，your mouth open，yes，can。I pronounce the sound nurse 好，这个后鼻音，后鼻音。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烟烟呢烟烟呢烟烟年今年今年 this year 今年，看到，这个是烟金。猜彩，精彩，精彩，OK，
精彩是什么呢？wow, wonderful, 精彩。吃车车，这个是坡腰腰坡腰飘飘飘飘啊，车票车票 ticket 啊，车票。OK， 第二个啊，这个是嗡嗡嗡，歌嗡公公司啊，司司公司公司，company 公司。这个呢 ，ang ang ge ang gang gang ai ai 吃矮才刚才 just now 刚才啊刚才，再来看到下一个 ，ao 啊 ao 吃 ao 超超 ，ang ang 吃 ang 长长场操场操场。playground 操场，这个呢是一啊一 g e g g， 安的安蛋蛋蛋蛋啊鸡蛋啊 chicken egg 啊鸡蛋啊，再来看到这个，这个呢是乌啊哇哥哇呱呱，风风刮风。啊，刮风，刮风是 wind 啊，这个 windy 啊 ，windy 啊，有风，刮风。OK， 下一个拼音，这个是 wu an wan， 喝完欢欢，阴影啊，阴影，欢迎欢迎是 you are welcome 啊，欢迎啊 ，no no no， welcome to sorry 。欢迎是 welcom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不用谢啊，sorry. 那这个呢是啊，英经经理理理经理经理呢是 manager 啊，经理。这个是鸡啊，鸡微微啊，这个呢是啊，这 final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omitted， 微啊微，喝微灰回回会啊，机会 chance opportunity 啊，OK 啊，乌安弯，歌弯关啊，音心音心关心关心 careful 关心关心你啊，歌乌安关关于于关于 as for 关于。啊，关于啊，于于啊，这个呢，这个啊 ，the two dot omitted， 那这个是于啊于 ，like the mouse like the mouse of fish， 于啊于啊 ，garden fish， 于于啊于，关于啊关于，再下一个啊 ，i 可爱开。这个始始始开始 begin start 开始，这个是凹歌凹高啊，音心心醒醒兴啊，高兴啊，高兴很高兴，很高兴，happy 啊，高兴，OK， 我们来看到这个笔画啊，笔画 strokes， 这个呢是。撇折啊，撇折，我教他怎么啊，这个怎么写呢？撇折，对，那这个么什么的么啊，这个么呢是 suffix 啊，么，比如这个东啊，东 east 东啊，东一横，再撇折，再竖钩点点啊，东啊。第二个笔画呢是这个是斜钩斜钩呢是 lengthening hook 啊，斜钩比如说我 I mean 我在竖钩提那这斜钩再一撇再一点啊，这个钱 money 钱
前，大家在 HSK 呢，我们要学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出现的这些 character 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好吧？前，那这个呢叫提 rising， 提啊提，提啊提，比如说这个我这里就一个提，这个打打就 bat 就 hit 打，这个横竖提再勾提啊。再点，这个要写小一点，窄一点啊。OK， 啊，这是汉字。那我们学几个啊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 啊，这非常重要啊。这 first step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 就是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那因为在后面会 regard as radical 啊，或者说 the part of compound。OK，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字呢？东东，那第二个，哇，这个包，感谢，哇，这个，这是个我，这我，那这个点呢是最后写的 last stroke， 我，这个先写一横在左边的右边，这个是，这个是。West 西啊西啊西 ，OK， 这是两个独体字啊。东我西啊 ，OK， 那我们来看到独体结构，这个人啊，这里这个人 human 啊人，这个呢是我 me I。这个是中中 middle middle， 那这个 compound， 比如这个你就是人再加个，这是这右边是读呢在什么ancient Chinese is mean you 就是你的意思尔等放肆就是你们你们。这个坐坐呢是左中右结构有三部分首先它是人人再加古 ancient 然后再加个文 culture 文来把它写成这个字坐do to do something 这个是汉字 OK 我们来看到我们第六课 warm up 部分那首先呢第一个妈妈妈妈妈妈是哪张图片呢妈妈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也是妈妈在cooking 这个也是妈妈两个吧EF 妈妈那第二个呢是汉字这个Chinese character 汉字beautiful 汉字写 A 哦 D D 这也是在写汉字咯 OK D 也是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三个是什么中国菜中国菜中国这个就是这个菜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这个是 non-phrases 这个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 the key noun 放在 the last one 中国菜中国 Chinese food 这个叫做中国菜说汉语 speak 是说汉语 Chinese说汉语是 C 对吧？是 C 写汉字呢？写 write 这个写这个是一个verb phrase 写汉字第一做中国菜做中国菜做是 to do cook 做中国菜一OK 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元我们会学到的生词
这个是会啊，会，会是一个 metal web， 会 can， 会是 can 的意思啊。你看它说，说是说 speak， 妈妈，再有这呢是中国菜啊，菜啊，菜啊，菜，菜，OK。那这个呢是很是一个程度副词 adverb， 很 very 很高兴，这个呢是好吃好吃好吃啊，好吃好吃好吃呢，delicious 啊，好吃好吃，翘舌音翘舌音啊，好吃，digiflex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 a tongue jaw 吃啊，好吃，这个呢是做啊，做 to do 做写 write 写，写汉字 character 汉字，这个呢就是平舌音，叫做摩擦音啊。Your tongue near your teeth, your tongue. 字，汉字，OK. 怎么，比如说 how, 怎么了？What happened? 怎么？你怎么做饭？你怎么做菜？怎么 how? 怎么？这个读是 read, 读 read book 啊，读。OK，我们来看呢，它的一些forest，forests 说汉语，说英语，英语 English，中国人，看一下中国人什么说汉语啊，中国人说汉语。OK，菜呢？菜。菜是有中国菜，哪国的菜呀？哪国菜？你吃哪国菜？我吃中国菜。你吃哪国菜？我吃中国菜。好吃，好吃，好吃呢，很好吃啊，very delicious。不好吃啊，不好吃。中国菜很好吃啊，中国菜很好吃。这个呢？做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中国菜啊，做中国菜。OK，我们再看到这个写啊，写汉字，写汉字，write Chinese，写汉字。写名字，把你的名字写下来。比如说，我叫 Abel 啊，写，来记住我的名字哈，teacher Abel。我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写我的名字啊，Able 啊，Able 的说，OK，来看一下，写汉字名字啊，刚才我写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啊，那我的汉字名字呢？你来写一下啊，叫周啊，周黄林啊，周黄林。周黄林啊，是我的中文名字。对，中文名字，错了。OK，那拼音是这样的，写一下啊。这个周啊，周黄啊，黄黄啊，周黄林，ling ling ling，第二声啊，林，周黄林，是我的汉字名字啊，汉字，character，Chinese character，一个汉字啊，加上这个 magic word，一个汉字，几个汉字，学汉字，字，一个字。那几个字写字啊，写字读呢啊，读汉字啊，读汉字读书啊，read book
读书 or study 的意思，读课文，读read text，读课文，OK，我们来看到，这个能第一个啊 not 部分哈，这 model web 会啊会，表示 ability，比如说我会写汉字，或者说它的它的 negative form 不会啊，我会写汉字，我不会做中国菜。妈妈会说汉语吗？这个是question 加上这个妈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调整这个 order 啊。OK，这个呢是形容词谓语啊，形容词这个 adjective，这个是 adverb of degree 程度副词，是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 be 动词的啊，不需要 be 啊 needn't，比如说我很好，我很好。我的妈妈，我妈妈的汉语不好啊，不好，not good。你等着就是说，it's not good now。你等啊，中国菜很好吃啊，中国菜很好吃。OK，疑问代词啊，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怎么啊？怎么？这个汉字怎么读啊？The class。Class language, classroom language。你说，如果说 you don't know how to pronounce，你可以说这个汉字怎么读啊？这个汉字怎么读啊？第二个，你的汉语名字怎么写啊？刚才写了啊，怎么写？这个汉字这个字怎么写？怎么写？OK，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啊，课文部分啊。In the school，你会说汉语吗？你会说汉语吗？我会说汉语啊，我会说汉语，nice 啊，你妈妈会说汉语吗？她不会说啊，她不会说，这里呢有，metal web。然后再加 is negative form，大家记住，再说一遍啊，再练一次，跟我读，follow me。你会说汉语吗？我会说汉语。你妈妈会说汉语吗？她不会说，她不会说。OK，这个是在学校，in the school，我再练一次吗？OK 这个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拼音的啊，那你要把它读出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在这个kitchen，在厨房啊，厨房是 kitchen，我们来看到这个啊，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很好吃，中国菜很好吃。你会做中国菜吗？你会做中国菜吗？我不会做啊，不会做。OK，我们来看到这个没有拼音的。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好吃吗？中国菜很好吃啊。这个呢是 structure 啊，就是形容词谓语啊，加 noun 再加 adverb 就可以了。很简单。很简单的这个中国的汉语结构啊，语法结构。你会做中国菜吗？我不会做啊，我不会做。OK，再来看到在办公室，at office。你会写汉字吗？你会写汉字吗？我会写，我会写。这个字怎么写？这个字怎么写？哦，sorry 啊，对不起，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我会什么？Read out can write 啊，中国呢写汉字就是有一些 order 啊，strict order 啊，比如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啊，先外面再写里面，简单的三条啊，还有一些比较 special 啊，有了那就先不讲，
下次我们可以来分享。你会写汉字吗？我会写汉字。这个汉字怎么 interrogative pronoun 怎么询问是 how 怎么写？对不起啊，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啊，我会读不会写。OK，那这个呢是 exercise 啊，我们试一下。这个怎么读呢？啊，你会说汉语吗？Answer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How about you? 你会说汉语吗？我会说汉语。我会说汉语。Of course，对吧？You are learning Chinese. 你会写汉字吗？会呀，但是一点点难，有一点儿难，a little difficult. No worries. 我会啊，我会写汉字。你会做中国菜吗？我不会做中国菜，but 中国菜很好吃啊，很好吃。你有汉语名字吗？Yeah, what's your Chinese name？你有汉语名字吗？If you want a good Chinese name, you can message me. I can give you one. And last week I recorded a video about how to quickly get a Chinese name. Okay. My English name is from Holy Bible. Abel. Okay. 你会写你的汉语名字吗？Yeah, of course. 当然啦，我会写我的汉语名字。Okay. 那这个呢是。I use the describe the picture use New Zealand language and the point words 我们都会干嘛？我们都会说汉语，好吧？中国菜很什么？很好吃，好吃，好吃，delicious。他会做，做咱们他是一个厨师 cooker，他。会做中国菜，对吧？他会做中国菜。这个呢，这个汉字我会读叫床啊，床啊，床，bed，床，不会什么？不会写啊，不会写。OK，那这个呢是双人活动啊，pair work。那么呢，在 one-on-one live lesson。那我会跟你什么 low play，那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读的啊，according，answer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K，那这个呢是关于补充类学词 expansion，关于这个语言 language，那一般来说呢就是country 啊 country。加上这个语啊，语是 language 啊，哪个国家的语言？比如说英语就是 England 啊，英语啊，英国的语言。这个法 French 法语，日语呢 Japanese 啊，这样。那这个呢是你会哦，有一些同学啊，excellent。会说很多语言啊，several foreign language。Oh my god！Able 只会说英语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汉语OK，sorry，my bad。OK，我打个勾啊。那这个呢是一些exercise 一些 items，比如说这个呢是。游泳，swimming，游泳，这个呢是打篮球，play basketball，打篮球，这个呢是 play football，踢，用这个踢，这个用脚，你看到没有？脚，竹字头，竹字旁加个 e 字，踢足球，还有什么？打网球，tennis，打网球，打网球太难了，我觉得，在美国有一种类似于小的网球，叫做匹克球，好像是匹克球。
OK，我喜欢游泳，我就喜欢游泳，这个都太累了，都 tired。OK，我们我们来给你大家唱一首歌吧，sing a song for you and relax，叫做来唱一首，光阴的故事啊，叫光阴的故事，sorry。光阴的故事，我写一下这里啊。光阴，the story of time，光阴的故事，故事呢是 story 啊，故事啊不太好写，story，OK。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友谊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隔离，我轻轻的悠长。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OK，I'm DJ Abe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See you. Bye bye.